张总，最新的报纸看了吗？看了，王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你懂的。<笑>你准备好钱，15天之后，老地方缴获。好。 怎么样，觉得？不错，虎哥。哎，帅，真帅。不过你穿这身挺奇怪的。妒忌？懂什么呀？没有艺术细胞。要我说，还是咱这保安服最帅。胡说什么呀你？<笑> 3000块，我2个月工资。我懂啊，胡哥。3000块，一座武馆加一个美女，多值啊！哎，我去！ 快跑！快跑！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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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胡哥，人呢？在前面，快追！这段视频是他们进入展厅以后拍到的。嗯。爸，他们行动非常明确。 就从化石来的，而且个个身手敏捷，就跟出入自家似的。！别跑！别跑！ 把这个视频拷一份，回头给我。好的。老王，哎呦，来了。老王，啊，这个能给我复制一个吗？我要真，要像。5000。 没问题，好，慢走啊，好。你单人的照片已经够了，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？等我打个电话吧。啊，好。你什么时候到啊？ 拍婚纱照你都迟到，你什么忙的？哎，欧阳巨虎，你混蛋！我一直在值班嘛。值什么班？就那个博物馆，好好的武校教练不当，凭当个小保安有什么出息啊你？我是保安队长，菲菲。哎，就三个保安，你当队长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文物怎么就没了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哎。 菲菲，你别生气，文慧找我肯定有正事儿。菲菲，文慧，怪不得你那么喜欢在博物馆待着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菲菲，喂，好，我马上来。菲菲，你先自己回去吧，我真要走了。啊啊！欧阳俊虎，你混蛋！ 馆长，你找我？啊，九虎，一会儿你把这化石带到慈圣寺去。这化石放到寺庙里干嘛？有人惦记这宝贝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
这个放到寺庙里不一定安全吧？这个我知道，所以你们得住在寺里。还要住进去？那博物馆怎么办？这个我会安排的，快去，我会在车里等你呢。好。哎，绝户啊，一定要保护好。馆长放心。老爸觉得这东西放在展厅不安全，在等专家来鉴定期间，想想还是把化石另外找地方放起来。这块化石啊，对古生物研究界可是有特殊的价值的。哎，嗯，跟你说话呢。哦，怎么又跟小师妹吵架了？没有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女人是要哄的，尤其是热恋中的女人。经验之谈啊。不，我其实我就是比喻，作为女人嘛，肯定比你更了解女人嘛。好，那么你说你们女人到底想要什么？轰轰烈烈的爱情呗。就这些？嗯，还有物质生活。对啊，还有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不好好努力，哪有物质生活？不，这些啊都不重要。对我而言，只要找到一个心爱的人，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生一个大胖小子，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我而言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就是个木头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晨钟暮鼓，了却所有的世俗烦恼。烦恼本源于心生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彻底放下了，也就轻松了。大师说得好啊，放下了也就轻松了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偏偏放不下。不行，放下就摔了。二位请随我来。过来。好。昨夜本县博物馆遭盗匪入室盗窃，与保安发生打斗后，小偷翻墙逃走。所幸的是，在玲珑塔镇刚刚出土的鹤氏近鸟龙化石安然无恙。这是我县博物馆建馆以来第二次发生盗窃案。根据现场监控发现，小偷为两人，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。老板，真对不起，昨天真是个意外，没想到他们装了摄像头和机关。真的，老板，没想到那个宝。喂，张总，没问题，找几个兄弟活动活动筋骨。还不这地儿有鱼吗？是知道吗？有啊，你钓钓看。哎，哎，冬儿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怎么说话？你衣服勾着我鱼钩了。
哟哟，范冰冰啊，和我女朋友有点像。钱你拿走，钱包还给我。哟，是挺漂亮哈。你看，我再说一遍，钱包还给我。他是不是在恐吓我？我好怕怕呀。师妹，我和师弟，你喜欢谁？谁厉害喜欢谁。这样对吗？对，挺不错的啊。哦。喂。菲菲。听不出来了，天龙师兄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，好好好好好。老板，我肯定那个化石被转移了，看守少了，那个很能打的保安也不在。转移？建昌就这么大，能转移去哪里啊？菲菲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一言难尽。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我这次来就是要带你跟我一起走。菲菲，跟我一起走吧。走，去哪儿啊？我带你去国外，咱们一起去旅游。你不是喜欢薰衣草吗？我带你去普罗旺斯，那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。嘿，我带你去巴黎看铁塔，咱们可以一起去看日出，特别特别的美。你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知道那个能打的保安去了哪里。老板，不过侦查也需要经费啊。那个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对吧？天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，而且我一点英文都不会，出去以后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，跟个傻子似的。这英文呢就不叫事儿，我开始啊也不会，但是在那待时间长了，慢慢就会了。你放心，英文包在我身上，我教你。嗯。可是，你是不是放心不下师傅？你放心，我会亲自跟他老人家说清楚的。咱们年轻人就应该勇敢地出去闯一闯，见识一下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，不能局限在这个小县城里。那都没有发展，没有前途啊。菲菲，这么多年
你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都是你。我知道你可能是因为我当年那件事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天龙，我和我爸都相信你是清白的，那只是个误会。是，那是误会，你还顾虑什么？跟我一起走啊。我订婚了。订婚？嗯。跟谁啊？跟俊虎。欧阳俊虎。我没你这个徒弟，你给我滚！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。滚！张总，你找的兄弟身手不错。小心别阴沟里翻了船。放心吧，等着收获。好。爸。哦，文慧啊。你抽烟了？就想抽两口。不是，爸，你都戒了好些年了，你怎么又抽上了？哎，突然的，就想抽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担心化石啊？哎呦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化石都藏得好好的，不会被他们发现的。俗话说得好，贼不走空啊。第一次没偷走，肯定会偷第二次的。这事儿都闹得沸沸扬扬了，他们还敢来啊？不怕被抓啊？哼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熟门熟路。进出博物馆，就跟进自己家门一样。我怀疑啊，这里边有内鬼。你不打算告诉他？什么？青铜鼎。别乱说。你还真是贼不走空。非得顺件东西出来不可，不能白跑一趟，对吧？就那么个破玩意儿，又卖不出去，留着烫手，还会引起警察的注意，你要它干嘛？你别小看我，谁说卖不出去的？我这几年可不是白跟他。我看东西已经不在博物馆了，上次打草惊蛇，而且新闻也没报道丢失东西，证明对方已经开始给我们布局了。对呀，怎么没提青铜鼎的事儿？要么就是赝品，要么就是对方故意隐瞒。看来这笔生意不好做呀。咱们呢，去找贺叔叔帮忙，让他呢帮忙咱们加强这个保安工作，怎么样？傻丫头，贺老头那脾气你还不知道，肝梗倔，点火就炸，他就是一头蛮牛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多年都不来往啊？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行行行行，我不管，我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了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们之间这么长的友谊，说断就断，太可惜了。再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该放下就放下吧。哎，这样吧，爸，我陪你一块儿去找贺叔叔，正好我这次回来还没有见过他呢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就走，走啊！现在就哎呀，走走走走走啊！哎，好好好，走，哥，
咱们收了亨女章的定金，不做事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先摸清情况再说吧。这几天你负责盯着那老头，我盯着那保安。好。什么呢？走吧。三。走啊。三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三。二。三。三。停！来，看我给你们做个示范。打出去的时候弓步要弓好，回来的时候手要架起来，上步搓打出去，听见没有？听了。啊，贺叔叔，还是那么好的身手啊。啊，文慧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我啊？怎么会不欢迎你呢？越来越有出息了。啊，这个呀是我爸爸专门为你选的茶叶。你爸爸还记得我爱喝茶？喝茶习武是你最大的爱好，我忘了什么也不会忘了这个呀。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吧？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是啊，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。是啊。哎，老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学校和办公室一直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我要是想挣钱，我就不开这个少北武校了。你是无事不弄三宝殿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老何，你还记得上次博物馆被盗的事吗？哎，你如果说这件事，你请回。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老何，你就不能好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。我脾气暴躁？几年前你莫名其妙到我们学校说我的学生是贼，你也没有证据，你这是诬陷，明白吗？我是亲眼看见他跑进你武校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吵，您呢请回。小朋友，我刚才看到你啊，练得特别好。哎，练功去，练功去！你练了多久了？啊，说你呢！快去！你来干嘛？我来见贺叔叔。见我爸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我。前几天博物馆又被盗了，监控拍下了两个小偷的照片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欧阳哥哥现在在我的房间呢。啊，他跟我说他再也不想见到你，让你赶紧走。他现在在你房间啊？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在慈圣寺吗？慈圣寺，他又当和尚了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他怎么可能当和尚嘛？是我爸安排他去那儿。这，哎呦，
这你爸，哎，算了，不说，说啊，你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如果有线索，你一定打电话给我。哎，爸，菲菲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爸，好。爸，吴叔叔好。哎，爸，我要去慈圣寺。你去那干什么？你管呢？还好现在我来开，刚才你开的像蜗牛一样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慈圣寺啊？那你慢慢开啊，安全第一。哎，你就那么想见他？谁想见他了？哎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嗯，有几年了吧。从他来到学校以后，我们俩就形影不离的。说实在的吧，俊虎挺优秀的，人长得又帅，功夫又好，肯定有很多小姑娘喜欢他。哪儿那么多小姑娘喜欢他了？再说了，就算有小姑娘喜欢他，他最喜欢的还是我。哦，到时候你可别不自信啊，你可要把他看紧了，要不然呢，我分分钟就把他给抢过来。你敢？看车！你再这么说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么软，没吃饭？欧阳俊虎，你未婚妻来了，赶紧过来接驾吧。菲菲，自己练啊。菲菲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开我！还生我气呢？什么叫还生你的气啊？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我打那么多电话，我……哎，菲菲，这是庙里，清净之地，小声点，啊，不是我们的事儿了。什么你们的事啊？人家菲菲是专门保护化石而来的，不是来看你的。就是，你还要住这儿啊？这什么表情啊？啊，我就是要住这儿。而且你在哪，我就要在哪。不是，菲菲，你说这一个和尚庙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不太方便吗？没什么不方便，人家文慧都说了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而且再说了，我是来保护化石的，不是为某些人而来的。多个人多份力量嘛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慢慢聊。住哪儿？啊？放包。啊，跟我来。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你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不知道咱虎哥喜欢他哪一点？喂，有你们什么事啊？赶紧练功。那女的不是你照片上的人吗？她就是我的师妹。旁边那个俊虎，是我以前的师弟。师弟。哦，难怪那么能打，一个师傅教的。没想到我以前最好的兄弟，成了最难对付的对手。哥，生意利益可以分享，但师妹可就一个，抓点紧啊！你看他俩那么亲热。菲菲是我的。是是是，你的你的你的。您是香港旅行社的亨利张先生。对对对，幸会幸会。请请坐。请坐请坐。亨利先生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来这里啊，主要是考察一下我们建昌的文化旅游资源啊。那您应该去旅游局联系啊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通过我这几天的考察呀，这个我们建昌县有很多好的旅游资源啊，比如白狼山啊、龙潭大峡谷啦等等，我都去看过了。这个我还发现当地有很多文物遗产，这个我自己都没有见到过啊。
我相信香港的朋友也没有见到过，所以我就来了一个想法。你看，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作在香港搞一个门幕展，嗯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让全香港的同胞啊，都更多的了解我们内地的文化遗产，增加爱国热情嘛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对我们公司当然有利啦，对你们当地这个建昌的文化旅游啊、经济开发建设啊，也是大有好处的。亨利先生真是远见卓识啊！啊，这个主意好，我们可以考虑考虑。啊，回头我向县领导打个汇报，啊，好好请示请示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近段时间我们建昌又出土了一件宝贝化石，是吧？我敢保证，如果在文物展上展出的话，绝对会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啊！亨利先生，这个主我还是真做不了。回头我向县领导请示一下，等有了消息以后啊，我呀再联系您。啊，真对不起，我不能留您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但是你放心，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啊，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。市场经济嘛，反正有付出就有回报了。回头我们再联系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你说师兄回来了？嗯，对啊。师兄也太不够意思了，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。他忙呗。对了，他说呀，回来要找人跟他一起开武馆呢。好事儿啊。嗯，只是我现在重任在身，根本走不开啊。臭美什么呀，人家又没说找你，师兄说要跟我一起开武馆。他真这么说的？为什么呀？总之就是不行，我不让去。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？嗯，你放心吧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要陪着你，我放心不下你。菲菲，欧阳，要不咱们离开这儿吧？如果你要是觉得回武校没面子的话，哎，咱们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菲菲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我们走了师傅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我都答应文慧和吴馆长，我一定要确保化石的安全。好了，当我没说过。哎，菲菲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之后，我们好好拍一套婚纱照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拍吧。大家都跟上啊。慈圣寺位于白狼山省级自然保护区，在建昌县东，距县城有5公里，占地面积2801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424平方米。据史料记载啊，这里是古白鹿山祠旧址，也有僧人在此修行过。亮子，摄像头再往左边来一点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这儿。大家可以自己参观一下。再来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再来一点。哎，菲菲，啊，你见到欧阳哥哥了吗？他在那边屋里。欧阳哥哥。嗯，哎，菲菲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安监控啊。装监控干嘛呀？这样能更好的保护化石啊。这化石都藏在寺庙里头，谁会来这儿偷啊？哎，这叫有备无患。那个傻丫头。欧阳哥哥，你陪我玩玩嘛。建国。哎，来了。
回来陪你玩啊。讨厌。俊华，王慧，里边那个屏幕安好了吗？啊，安好了，通上电就可以了。啊，一会儿啊，把这个摄像头安在大雄宝殿牌匾的旁边，知道吗？哎，别忘了检查一下啊。放心吧。哎，等等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看你。没事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一头的土。哎，好了，你小心点啊。师父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两三天了，在外面好好的，回来干什么？这次回来，一是看望您老人家，二是有一个老板愿意给我投资，在香港开一个少北武术拳馆，我想这不正好能让少北武术发扬光大吗？你能回来看我，说明你还有良心。还是那句话，练武要表里如一，不能因为那点功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。师父教导的是。师父，师妹呢？啊，她去了慈圣寺。俊虎师弟呢？俊虎他……啊，这样吧，你给我留个电话，明天我让菲菲去看你，她前几天还念叨你来着。师父，我想让俊虎跟我一起去香港。不行。要化石在保险箱里。小时候你不是最喜欢薰衣草吗？我带你去普罗旺斯，那里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。我带你去巴黎铁塔，咱们一起去看日出。气又好，还有你。那我以后啊，天天带你来这儿。真的？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欧阳哥哥，
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了。但是我那么任性，又爱使小性子，还经常打你骂你的，你喜欢我什么呀？薇薇，这些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你骗人，这世上哪有人会喜欢一个刁蛮任性的女孩啊？菲菲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，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找我吗？说什么呢？哎，菲菲，我欧阳俊虎向你发誓，以后啊，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好啊，练功。慈圣寺，联系一下买家，我们明晚动手。亮子，看见师姐了吗？不知道，是不是没起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回学校了？回学校应该说一声啊。人家干嘛告诉你啊？不对，我觉得。有什么可觉得？这女孩需要私人空间，私人空间你懂吗？哎呀，来吧，教我练功，教我练功，练功好不好？你自己练吧，现在人没了。谁没了？我哪知道？哎，继续练功，继续练功啊！你真的决定了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。好，等我办完事，咱们马上就走。Thank you.
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找我吗？说什么呢？哎，菲菲，我欧阳俊虎向你发誓，以后啊，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我这偏找不到。这个小保安玩什么命啊？虎哥，别跑，站住！虎哥，没事吧？追！哎，等等，庙里谁在看守啊？我们几个都出来了。我去！慈圣寺，俊虎师弟呢？俊虎他……啊，这样吧，你给我留个电话，明天我让菲菲去看你，她前几天还念叨你来着。师父，我想让俊虎跟我一起去香港。不行。要化石在保险箱里。要不然啊，我分分钟就把他给抢过来。哎呦，一头的土，走了，小心点啊。菲菲，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吧。离开这儿？为什么呀？
你功夫这么好，咱们一起去国外教功夫。哎，你不是最喜欢旅游吗？我带你去国外旅游。小时候你不是最喜欢薰衣草吗？我带你去普罗旺斯，那里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。我带你去巴黎铁塔，咱们一起去看日出。就这么块破石头，真值这么多钱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懂它的人是宝贝，不懂它的人，它就是个石头。反正我觉得，就算是一坨恐龙的屎，留到现在也肯定卖钱。喂。巫术，有人把化石偷走了。什么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反正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。哦，爸，丢了的化石暂时不会有人敢要的。再说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了，只要他们敢露面，肯定能把他们抓住。但愿吧。师傅，俊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傅，大师兄是不是来过？啊，昨天晚上化石被盗，我跟对方交手，发现对方打的是少鬼拳，我怀疑。你怀疑的是谁？难道是天龙？我只是假设。不会吧？他说他要在香港开武馆，啊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他关机了。哎，菲菲会不会跟天龙在一起啊？菲菲昨天一早就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来学校了呢。这个丫头真是让我给惯坏了。我再去找找看，如果师兄打电话来，你想法拖住他啊。嗯，好，我先走了，师傅。你就别发愁了，来来来，馆长，喝杯水啊。菲菲来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师兄回来了。你是说蒋天龙？我和小偷交过手，我怀疑跟我猜的一样，就是他。我出去找找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这买家靠谱。放心，以前和他交易过，真靠谱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走。哎，王哥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大哥蒋天龙。王大成。蒋天龙。
叫王哥。王哥。王哥。东西呢？自己来，自己来。王哥这么专业，兄弟肯定不敢怠慢的。现在赚钱不容易，这些钱还是我抢来的呢。你看，现在还在吃泡面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哎，王哥，不信兄弟啊？听说你师傅混得不错，他去哪儿了？他做生意去了。怎么样，王哥，是真的吧？兄弟怎么敢拿假的骗你呢？真的。行。吃过了，我们吃过了。不喜欢？不是不是，真吃过了。那没事，我们就先换点别的。王哥，王哥，王哥，哎，王哥。王哥，王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兄弟有点不明白啊。行啊，兄弟，刚出来单干，就这么有胆量？王哥，有什么话请你明说啊。拿个假的来骗我？假的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真的？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那就来点真的。俗话说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真的假的，一试就知道了。那真的是真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假的，王哥。如果是假的，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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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哥，哎，王哥，我包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肯定会喜欢。真的，王哥，就在包里。王哥，求你饶了我，求你饶了我呀！如果这个再是假的，我一定把你练。不不不，不会，这是从文物馆里弄出来的，绝对是真的。真的，王哥，这是战国的，肯定值不少钱。王哥，你要是喜欢，你拿去，钱我不要了。放了我们，兄弟，放了我们！把他放了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有能耐，啊！你呀，比亨利章强多了，兄弟。谢谢王哥。走走走走走。王哥，不不不，不坐了，王哥。你忙你的哈，王哥。别着急走，别走。见了老朋友再说。老朋友。张总，哎，王兄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意气风发。嗨，你不是一样，现在还这么节约吃泡面？市场不景气，钱难挣啊。这俩就交给你了。嗯，好，真话实在包里。可以啊，这顺手牵羊，投桃报李。包括挖墙脚，你都学会了啊！老板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别打了，疼啊！老板，我该死！你以为出来做这么简单啊？啊！江湖上连个熟人都没有，你他妈的学人做老大！这次幸好王兄通知我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还真的在你这小阴沟里翻船了呢！老板。老板，对不起，老板饶了我吧。好，把刚才那个汽油全部淋在你身上，点起来，你给我跳段小苹果。如果我看得高兴了，开心了，说不定我还救你一命。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老板，我求求你了，老板。别动！老板，老板。别激动，一个一个来。
老板，对不起，老板。没想到这么多年来，我养了一个白眼狼啊！你以为我是傻瓜呀？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，对不起。会功夫是吧？就你那两下子，你当成如来神掌啊，还是蛤蟆功啊？有枪快吗？嗯。张总，嗯，我就不掺和你的家务事了。嗯，桌上那是定金。嗯，好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慢走。走。钱总鼎，别急，不要命了，坐。哥，哥。刘三，先别管我，快走。那么任性，又爱耍小性子，还经常打你骂你的，你喜欢我什么呀？这些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你骗人，这世上哪有人会喜欢一个刁蛮任性的女孩啊？菲菲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，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找我吗？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哦，你好，请问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见过。哦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，对不起，没见过，真的没见过。哎呦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到处找都找不到他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？喂？喂，菲菲，是你吗？菲菲？菲菲，你说话。欧阳哥哥，是我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。我挺好的，你别再找我了。你不用为我担心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要离开这儿。离开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就别问了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好我爸和武相好吗？贺菲菲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很着急啊？只有我走了，你才会回武校啊！菲菲，现在是危急关头，我身为一个保安队长，你别再提保安保安了，我挂了。别别别别别别，菲菲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
等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，我马上回武馆。你说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哎，菲菲，你是不是和师兄在一起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我怀疑那化石就是师兄偷的。不可能，师兄不可能偷化石，不许你诬赖他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，真假一会儿便知。我先挂了啊。喂，菲菲。师兄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走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香港武馆那边出了点事，让我赶紧回去处理。收拾东西啊！化石是不是你偷的？电话就是在这家酒店打的。我爸说的没错，你根本没有变。那个狠毒的金狐弄了个假化石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师兄，你去自首吧，我求你，你去自首吧。我也不想，我想说完这事跟你一起远走高飞的。我们报警吧。不，如果真的是师兄，我一定亲手抓他到公安局。你放开我。不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开我。我不放开我。菲菲，对不起，菲菲，我不想这样。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跟我爸都相信你的清白，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。你以为我想这样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，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？你给我住嘴！你就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就是个贼！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我现在爱的是俊虎，我要跟他结婚。你永远比不上他，你永远比不上俊虎。啊！欧阳俊虎，你坏我好事，伤我女人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啊！不行，赶紧报警吧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这是我师兄弟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解决。师妹，我和师弟，你喜欢谁？谁厉害喜欢谁。师兄，很久没见。欧阳，你还是以前的俊虎，可你却不是以前的师兄了。时代在变，把菲菲放了吧。化石给你，你回去好好当你的保安队长。你给不了菲菲幸福的。化石是建昌人民的财富，必须要留下。关于菲菲的幸福，由她自己选择。好，还记得小时候菲菲说的吗？谁厉害，喜欢谁。师兄，师兄，快动！
点，师兄。你小心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去医院，去医院！来不及了，不，来不及了。不，菲菲，菊火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？泛黄的笑容，曾经的青春坚贞，倒在你怀中，多想看到他们，就看到了中国武术的希望。习武先习德，武术固然重要，练武人的德行也一样重要。你是指引我找到火种，爱藏在心中，无惧伤处有多痛，尽管迎着雨，尽管迎着风，深藏在心中，冲破硝烟的迷雾，火种照亮宁静的天空。
伤处有多痛，尽管迎着雨。